Man 姐越大，挡住你的阴影也就越大。下一个上位的一定是佳言。你叫我过来就是知道我会被你压着，反抗不了吗？我要你知道，再这么下去，大家只会同归于尽。做这么多违背道德的事，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？新闻女王每周六晚上10点是在 TVBS。